你知道王者皮肤可以白嫖了吗？是的，你没听错，这是我最近才发现的 bug， 那就是皮肤碎片居然可以无限获取了。你看看我这皮肤碎片，就问你羡不羡慕吧。别着急，今天我就是冒着被小王盯上的风险，也要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。建议先点赞、关注、收藏起来，免得用的时候找不到了。众所周知，王者里的皮肤获取方式无非就是那么几种，要么就是真金白银在皮肤商城里面购买，但这很不符合咱们林冲打的一贯风格；要么就是通过皮肤碎片兑换，但是光靠日常签到得换到猴年马月。那又怎么样才能在短时间内高效并且无限获得皮肤碎片呢？答案就是多注册几个新号就可以了，因为新账号通常都会有很多皮肤碎片奖励的，而且日常签到还会获得大量的皮肤碎片。这样一来，我们的小号背包里面就会有很多皮肤碎片，然后我们再用大号建立一个战队，把小号都加到战队里面来，再通过战队里面的红包功能，把小号里面的皮肤碎片发放给大号。我们不妨来算一下账，如果每个账号发十个的话，那十个账号是不是就100个了？而且用这个方法是肯定不会违规的，因为这是通过小王的正规渠道获得的，最多最多就是小王把战队红包的功能给关闭了而已，也并不会对我们的账号造成任何的影响哦。好了，这个免费获得王者皮肤的方法我已经分享给你们了，如果你们觉得有用的话，就请给我点一个关注吧。